香喷喷又干干净净的感觉真的好舒服，因为这一瓶 GNH 蜂蜜沐浴乳里面不只有满满的橙花蜂蜜，还以植物性成分为基底，不破坏皮脂膜，而蜂蜜皂只要轻轻搓揉就有细致绵密的泡沫和淡淡的花蜜香，为肌肤带走脏污，留下水水嫩嫩的，就是有花香的话里面有蜂蜜提升保湿的感觉，而且呢很像做 SPA。对呀、啊，这超舒服的。全新升级的安利 GNH 蜂蜜身体护理系列3月2号正式上市了，不只有蜂蜜皂、沐浴乳，还有能长效保湿的身体乳，质地细致好推匀，实测肌肤含水量增加 129%， 一整套的护理系列让肌肤水感 Q 弹滑顺，喜欢滑滑的，然后不会黏黏不干净，然后很保湿，呆呆的很骨溜，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橙花蜂蜜，保湿力是一般蜂蜜的4倍，帮助肌肤深度滋润，不止感觉像是在享受 SPA， 还能打造水润肌，长效保湿24小时，柔嫩的触感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温暖的甜蜜呵护。安利新闻廖专廖俊潮，桃园报道。